再来尝一下这个海鲜钵钵鸡，哇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先来两个大钳子，它竟然比我手掌还大哎，来给它搓了馍。那我有个开海鲜店的爸妈是什么体验呢？吃烤串吃的哪有感觉啊？不如咱来点硬货，来搞个豪华版钵钵鸡。老爸的正店之宝安排上，来晚赏你一顿竹笋炒肉。这老张对我意见很大啊，居然还有喷射战士。再来搞点小鲍鱼、小海螺，每样都来一点啊！你们说我吃完这顿明天不就来揍了？再来上一份炸鸡外卖。再来尝一下这个海鲜钵钵鸡，哇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先来两个大钳子，它竟然比我手掌还大哎，来给它搓了馍。这一串钵钵鸡也太绝了，哇！它吃起来特别嫩，特别 Q 弹，妈呀，好香啊！再来上一串。看看它这个肉是一丝一丝的，嚼起来脆脆的，配上这个钵钵鸡的调料真的老香了，又鲜又辣又香又甜。两串甜子还没吃过瘾呢，再来一串虾尾。虾尾的肉汤特别紧实，但它好鲜甜啊。一个虾尾两口就没了，直接吃了一嘴的虾。大串串说完，再来说一下这个小串串。先来一串小八爪，包头。哇，这个是他脑袋里面的大米。哇，满满的米香，粒粒爆浆的糯了。我再来说说他的大长腿。这个章鱼的吸盘老脆了，嗯，滋滋滋的，他的吸血老有嚼劲了。大海螺。哇，脱模，它可入味了，浸满了汤汁，它吃起来是滑滑脆脆的。生蚝串、鲍鱼串，这生蚝带夹心的呢，哇，一口一个鲍鱼也太爽了。海参串，啊，真香，哎呀，贡菜。哇，这也太脆了！大虾、鸭肠，不行了，吃饱了。晚安。